以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姿势坐下来，坐在地上，或坐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面，双手放于膝盖上，背挺直，下巴与地面平行。如果需要，可在您的后背放置一个靠枕作为支撑。在冥想过程中，应保持背脊的直立。如果在冥想过程中背脊感到不适，可进行放松调整。花几分钟来调整您的坐姿，慢慢的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慢慢的闭上眼睛。现在，请将注意力放在您的呼吸上。去感受吸气、呼气，不要试图去控制你的呼吸，只需将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节奏上。关注一呼一吸之间的短暂停顿，去觉察这个停顿是否能越来越长，去关注你呼吸的温度。去关注随着你的呼吸所带来的身体的起伏，胸腔的起伏，小腹的起伏，你是否能感觉到呼吸带来的身体的向外扩张？一直到您的颈椎，现在，请将您的意识带回到鼻腔，去感受那些已经进入状态的部位。闭上双眼。现在将您的注意力带回到眉宇之间，目光逐渐往上移，凝视天花板的边沿，将您的注意力再次停留。作为我们本次冥想的聚焦点，将您的耳朵打开，聆听以下来自巴哈欧拉的圣言。我的朋友们啊，你们当熄灭这谬误之灯。在心中点燃神圣指引的永恒火炬，因不久后，在万众仰慕者之神圣尊前，人类的鉴定者只接受最纯洁的品德和最圣洁的行为。
我的朋友们啊，我的朋友们啊，你们当熄灭这谬误之灯，你们当熄灭这谬误之灯，在心中点燃神圣指引的永恒火炬，在心中点燃神圣指引的永恒火炬，因不久后，在万众仰慕者之神圣尊前，因不久后，在万众仰慕者之神圣尊前，人类的鉴定者只接受最纯洁的品德和最圣洁的行为，人类的鉴定者只接受最纯洁的品德和最圣洁的行为，我的朋友们啊，我的朋友们啊，我的朋友们啊，你们当熄灭这谬误之灯，你们当熄灭这谬误之灯，你们当熄灭这谬误之灯，在心中点燃神圣指引的永恒火炬，在心中点燃神圣指引的永恒火炬，在心中点燃神圣指引的永恒火炬，因不久后，在万众仰慕者之神圣尊前，因不久后，在万众仰慕者之神圣尊前，因不久后，在万众仰慕者之神圣尊前，人类的鉴定者只接受最纯洁的品德和最圣洁的行为，人类的鉴定者只接受最纯洁的品德和最圣洁的行为，人类的鉴定者只接受最纯洁的品德和最圣洁的行为，请将您的注意力拉回到你的呼吸上，并将您的意识拉回到当下这个时刻。
慢慢地睁开你的眼睛，慢慢地去适应周围的光线。当您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将完成本次冥想之旅。请花10到15分钟去回想您刚才听到的巴哈欧拉启示的引言经的内容，并思考如何将其运用于您今天的生活。